哎呀 ，hello， 哇，哥们好，哇，哎呀呀呀，好，我天，好热情，我真好，很开心。今天你们来着了对吧？今天是体育专场，但凡你们对我们公司有点了解，就知道体育专场往往是会非常精彩的。记得吧，去年吐槽大会我们就做了一个体育专场，对吧？我们还记得吗？我们让这个男篮男足互相吐槽一下，一下对吧？结果有人说我们，说你们这是借刀杀人。今年我们学聪明了，我们请女足，我们不借刀杀人了，我们指桑骂槐。其实不是指桑骂槐，对吧？就是当槐不大行的时候啊，不管你说点啥，槐都觉得是在骂他，对吧？就国人对男足男篮的情感很复杂，就是又爱又恨。真的是，我们家有两棵树，一棵是槐树，另一棵也是槐树。还行对吧，家里也有桑树是吧。女足刚才看到了，女足2022过了一半了，女足夺冠依然是我今年听到最好的消息。想起那场球真的还是很开心，因为去年奥运会女足踢的不是很好啊，骂声一片，但是人家就通过训练证明自己。但男足呢就有点让人困惑了，你们看到吧，就前段时间跟一群老前辈骂起来了，让他们来我们这儿，来我们这儿不来，非要在外面骂。那外面个个都是人才，说话又难听，大家就觉得说，本来大家今年心情已经很不好了，怎么骂个国足还学会还嘴了呢？关键是吧，就是他们有点骂不过人家吧，他们的反击的话术啊，都是什么，你真的关心中国足球吗？你爱中国足球吗？其实挺无力的，我就在这儿可以教他们一个方式，对吧？下次再有人说什么你菜，你们踢的菜，你就说我是菜，但是你也不见得能抢得到。直接就哭了的。其实我看男足就是困惑大于愤怒，真的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。黄健翔老师在，真的是就不知道。我们一直在控制变量，控制变量，总是找不到问题。去年说李铁有问题，然后把李铁换了之后，发现冤枉了李铁。来不及了对吧，当你那时候你问贝利说哪一个是你最精彩的进球，贝利说下一个。你问男足说哪一个是男足最好的教练，上一个。今天这个冬奥会冠军高廷宇也来了对吧。今年冬奥会我真没少看，就作为东北人看冬奥就俩字亲切，全都是我小的时候玩的项目。就是进了奥运会之后名字全变了，速度滑冰我们小的时候叫粗溜滑，还有那个雪橇，我一看我那不是爬犁吗，也就是我最擅长的项目没进冬奥，要不然我也是奥运冠军。我那个舔铁栏杆舔的可好了，一般人弄不下来，真的。这个项目名称我都想好了，就叫花样舔铁，对吧？练之前是吧，喝一整箱是吧，舒化无乳糖牛奶，对吧？雪中喝，冰上喝，花样喝，边练边喝。别说乳糖不耐受，我铁栏杆不耐受都好吸收。舒化奶确实好吸收。还是真的，就是刚才也在说对吧，我还是会用顿的，会打乒乓球，真的。刚才李诞也说我就会打乒乓球事儿，我到处说到处说，我就我提我会打乒乓球这件事儿，比我小的时候练乒乓球都刻苦。真的，之前还在一个节目里面说什么小的时候打乒乓球丁宁第一我第四，我说这个放眼国际呢，我这个水平应该跟福原爱差不多。是真事，我还在节目里面说，我说咱就是大庆福原爱。吹了几年之后，结果今天人家正主来了。我觉得现在福原爱远程看着，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这个不懂球的胖子究竟是谁。但其实我真的挺喜欢福原爱的，就是
我觉得没有哪个外国运动员让我看出了一种心疼的感觉。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，张怡宁，要不然你就让福原爱赢一场呗，咱中国也不缺这一块金牌，但福原爱缺啊。有人说你怎么能帮着外人呢？这也不是帮着外人，对吧？我虽然跟张怡宁都是中国人，但我跟福原爱都是东北人啊。而且其实福原爱从小就在东北训练，对吧？这个叫养狼计划，你们也听过对吧？叫养狼计划，其实本质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打乒乓球太孤单，培养一些外国人，但是无论是人家过来学还是我们过去教，养完之后都打不过我们。我就很纳闷，我说是不是有啥技术没教人家呀，对吧？看那些外国人也挺不容易的，赢不了，中国乒乓球队指定用狼。其实啊，我这个人其实挺热爱运动的，我看篮球、足球、斯诺克、 F1、 刘畊宏。我看刘畊宏还挺不一样的，我躺着看可开心，就躺着看，而且他那些动作躺着做一点都不难，就躺着翘个二郎腿，我说这不难啊，不挺容易的吗？有人说，哎呀，就你这种不爱运动的人不健康，哎，你不好。但你想想看，只要我们这些人爱看，那屏幕的那一边是不是多一个热爱运动身体健康的人？哇，有道理对吧？这是大爱对吧？哎，有道理对吧？对吧？当然了，我还是希望大家不光爱看运动也爱运动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我回来。可以，可以，这场想开心了。下班了。谢谢护栏啊，护栏刚刚那个就是为了自嘲一下，他还是很认真的跟着刘畊宏跳操的，在上海这个隔离期间，他每天呢最大的快乐本来就是下去做核酸可以放放风嘛，跳了一天刘畊宏以后，跟人家志愿者说，我如果跟你说我是跳操跳的下不了楼了，你能相信吗？刚刚忽然说自己是什么大庆福原爱，然后那个福原爱还在吗？福原爱在呢，在。呀，你觉得他咋样啊？刚刚这一段说太好了，我巨喜欢福兰的表演，真的一听就是个东北人。只有福原爱才知道谁是真正的东北人。能听得出来。你觉得你这个乒乓球有没有机会能跟他再指点他一下呀？我们不想再听他跟丁宁打乒乓球的故事了。好，我也愿意，我也跟福兰一起打，下次有机会的，好的，在现场一起打，打死他。好的，哎，谢谢福兰，哎，感谢，一定要打死他啊。